今天给大家分享十种特别受欢迎的花样饺子的包法，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你也试试吧。第一种，用两个饺子皮按压好边缘，从下向上不断翻折压实，这也叫盒子，寓意家和万事兴。第二种，捏紧一个边向里面推一下，食指和拇指交替捏准，注意下一个褶要和上一个褶捏在一起，一定是用我们指尖拿，麦穗饺子寓意五谷丰登。第三种，饺子皮完全对折，边缘全部捏紧收口，稍微弯折一下边缘，把两个角收拢捏在一起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元宝饺子。第四种，面皮完全给它对折，用拇指和食指在这一侧拿褶，大拇指往上皱，一个红心，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能开心好几天。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小心心吧，辛苦您了。我在这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财源广进。花形的大小用我们的拇指前推的时候掌握。第五种，右手拇指和食指在一侧掐出小褶皱，左手食指前推褶，右手食指拿褶，一个很好看的月牙形饺子。第六种，用双色面团双手用力一捏，再来做一个白色的大肚饺子，是最快也是最常见的包法。第七种，用双色面团，饺子皮完全对折，边缘全部捏紧收口，沿着一边向中间紧挨着挤出小褶子，收口处捏紧，这样一个福袋饺子就做好了。过年包几个不一样的，全家人在一起肯定特别开心，做法简单保存起来，过年过节想包饺子的时候您就拿出来看一下。